莲，很甜的哟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牧良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无心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古剑仙，小题大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南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来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正是怒剑仙严斩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青瑶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，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火打个水都能打出十吨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是往牧良城的方向去了。牧良城，孤剑仙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憨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。兴许脱身了，也会就找回来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牧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如他的愿。你有心事？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憨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